值得了，美女了。看人家干嘛？开车。给我来一根呗，我的烟抽完了，一提十来一根。去哪里啊，美女？这边上不写了吗？去维纳酒店。哦。没换上。这大晚上的，你一个人去酒店，你男朋友不送你吗？太不负责任了吧！我只是去见一个朋友而已。万能的回答。不过美女，你一个人大晚上的，如果遇到坏人怎么办？太危险了。坏人？坏人脸上没写字。哎，那也未必。不是我跟你吹啊，如果真的有一个杀人犯上了我的车，我还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。你说说，杀人犯长什么样子？嗨，这杀人犯啊，通常都眼神飘忽，神态戒备，非常的敏感、易怒，往往对自己的情况避而不谈，这样就是杀人犯了。哼，说的你好像见过人。美女，加个微信吧。加微信干嘛？别紧张嘛，我只是想跟你认识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觉得跟你这种人没必要认识。好好好，当我没问。马上到了啊！哎，哇，美女来了啊！开车，开两年干嘛？不好意思啊。给我来一根吧，我很喜欢你这个牌子的烟。我没有了，刚抽完。烫过烟子，烟而已嘛。去哪里啊，美女？订单上不写了吗？去维也纳酒店。哦，去维也纳酒店啊。没话。好好好。哎呀，要我说呀，美女，大晚上的你一个人去维也纳酒店，如果让你男朋友知道是会很危险的。不过他幸好不在啊。老娘只是去见一个朋友而已，有那么夸张吗？问他的回答。快开车。懂懂懂。不过呢，你一个人大晚上的还是很危险的，万一遇上个坏人怎么办？哎，太危险了。坏人？坏人什么样？坏人嘛，獐头鼠目的那种，然后眼神飘忽啊，猥琐的那种，然后呢，对自己情况又不说的那种呢，就很容易是坏人了。你见过的。好像就是你这个坏人吧？怎么可能是我呢？我是很帅的，好吗？我一点都不是那种獐头鼠目的，而且大晚上的我都戴着墨镜都可以看得见路。你看看我多帅！废话这么多，给老娘开车！哎，美女，这微信还是认识一下，请你吃饭吧。这什么微信？你这么猥琐，这么屌丝，老娘对你没意思。不是啊。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跟你想认识一下，纯粹的做个朋友。下车了。哎，还不走？你为什么把调查死者、人际关系这种肤浅的任务派给我？肤浅？我这里没有肤浅，每一项任务都是侦破案件的必要组成，你只需服从命令就行了。你每次都这么说，却从来不把重要的任务派给我。我已经从警校毕业四年多了，我不是来这里养老的。哼，妹妹，不是那意思。刘大队长，在警局里把下属叫得如此亲密，合适吗？小雨，你这一次我一定会成功的，你等着看吧，我会证明给你看的。开始。滴滴滴。小雨，这在你城吧？用不着。哼，任哥的气呢？这是何苦呢？哥是大队长，这层关系别人想求都求不来。在局里所有人都把我当成大队长的妹妹，却从来没有人把我当成一个合格的警察刘小雨，这层关系不要了。瞎说什么呢？